我变成了企鹅，现在到底在哪里？这里跟正常的世界一样有太阳啊。此时的培根头还在熟悉环境中，但他依旧不知道如何恢复原状。可怜的家伙，一眼望去前面有个小湖。天哪，我都快渴死了，幸好这里有水。哇，差点死了，我爱你水。如此深情的告白，呵呵。此时的培根企鹅已经生无可恋了，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做什么了。 Oh my god， 草丛突然冒出了只白猫，这只白猫想对我们的培根企鹅做什么呢？但是培根企鹅正在悠哉地吹着口哨。嗨，你好。培根企鹅被突如其来的白猫吓到。嗨，你是谁？我是白猫桑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嗯啊，白猫桑，该不会是纸条上？是的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就是那个可爱又非常漂亮的超级大美女莫桑人。你真的非常抱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受打击的培根企鹅伤心不已，竟然不是女生。哎，随便了，我需要你帮忙拯救我的妹妹。哦，那应该没问题吧，我可以帮你。那天我只不过开车带我妹一起去吃新开的甜品店，吃了蛋糕后我就不省人事了。之后有个陌生人告诉我，想要从这里救回妹妹就需要写信给人类界的一个人，让那个人来帮助我，但我实在没想到你也会变成动物。没事算了，拯救了你妹妹我们就能啊。我头好晕啊，站不稳了，怎么回事？完蛋，我忘了你是企鹅，不能待在这里，撑住啊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究竟企鹅能否成功救回白猫桑的妹妹？